操之南阳未主忧，北征东讨尽粮愁。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千里山河青炉子，两朝冠剑恨乔州。唯余檐下多情水，柔姐年年傍一流。大家好，我是易南天，欢迎来到易博士国学讲堂。昨天有个网友啊来跟我交流，他说呢，大学毕业之后呢，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，待遇不好，事业啊恋爱啊都不顺利，今年都33岁了，尚未遇到姻缘。所以呢，有两个问题啊想跟我交流一下。第一呢，多年来一直在药房上班，没什么特长，以后的财运如何？第二呢，婚姻方面怎么样？之前有人说会找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下面呢，我们一起来分析交流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。全照戊辰年甲寅月乙巳日癸未时，大运是乙亥、丙辰、丁巳、戊午、己未、庚申、辛酉。这个八字呢，日主乙木生意寅月，乙呢是花草之木，月柱为甲寅，甲呢是甲木，寅呢的本气呢也是甲木，乙木见到甲木呢谓之藤萝细甲，根基呢是非常的牢固。日主呢很旺，反而呢希望有金呢来制木为吉，否则呢比劫太旺会损害到财星。寅呢是初春，天气尚寒，最好有丙火来暖身。月之四的本气呢就是丙火，有丙火贴身为吉，时之未土，未土是财星，三官可以生财，这样的话这个八字就比较流转有情。用神是火土金，原局中的比劫重重，克财为病。克财为病，就需要火来泄木生土，起到调后通关的作用。而金呢，可以济劫复财，起到救助财星的效果。忌神是水和木，这个八字呢最怕见到木，因为呢木已经太多会损害到财星，而水呢又会生旺本来已经过旺的木。命局中年柱是戊辰，是正财，财星为用，是个用神。但是呢受到月柱甲寅天克地克，财星受损，故而呢难以得财。年柱代表早年，
所以呢，早年求财啊比较艰难。不过呢，日柱和时柱的组合相对着不错，有癸水滋养乙木，丙火又能贴身暖局，三官又来生财，整个运势呢是先凶而后吉。未来的生活呢还是不错的，会有好转的一天。命局中劫财啊很旺，没有官杀来克制这个劫财，代表这个性格上呢也比较固执。劫财克了财星，财运就不理想。正财外透，我们看看正财外透被劫财所克，有破财的迹象，所以呢钱财难聚，很难存得住钱。财星呢也代表狮子，财星受制也会影响到婚姻感情，在恋爱中呢容易遭受失败。至于有人说你会娶一个离婚的女子，如果考虑到这个劫财的因素，也并非没有可能哦。再来看这个日支巳火，里面暗藏了一个木土正财，这个正财呢入了七宫，代表婚姻呢可以稳定，而且呢能够遇到一个相对不错的妻子，也是你比较满意的。你这个八字呢有三官生财，将来啊可以考虑去做生意啊、创业啊、投资啊等等，最好呢目前呢还是稳定去上班，积累到一定的能力、资金、社会关系之后呢再来考虑创业。而且呢后面的大运呢还不错，只要方向啊选择对了，努力去做是可以赚到钱的。这个八字想要发达就必须要靠偏财，比如创业啊、从商啊等等，才会有更好的出路。具体的行业项目呢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定，慢慢的积累总会有所收获。而且呢你的妻子啊对你的运势呢帮助很大，结婚之后明显会感觉到运势的好转。我们再来结合是这个流年大运来看一下，25岁到35岁之间走的是丁巳大运。丁巳是火，丁是火，巳也是火，火呢可以是生土财，所以呢大运走食伤啊，这个是食伤运哈，食伤是不错的。目前的工作虽然困难，但是呢你会另寻出路，做生意呢是个好的发展方向，未来呢您可以因为偏财啊而富裕起来。2018年戊戌年辰和戌相冲，冲了财星，家庭财运方面呢有很大的变动。2019年呢是己亥年，跟这个日柱乙巳又是天克地冲，乙跟巳冲，己亥相冲，也变动很大。所以呢这两年变动呢是非常大的，对你自己来讲呢很不利。并且呢冲的是用神，一旦用神受冲就会遭受坎坷。但是呢不要灰心，在2022年之后
走的是戊午大运，进入了三官大运了。三官生财，大运呢有财星透出，故而呢更有利于求财。所以呢，你以后的事业财运呢都能够走上正轨。婚姻方面呢，最好也是在2022年之后啊再来结婚考虑，因为呢三官生财，财呢代表妻子，姻缘自然出现。45到55岁走的是己未大运，这是最好的十年，也是财源最旺的十年，是你的人生的高峰。当偏财出现的时候呢，随着这个财运的增加呢，异性缘呢也会变好。因为偏财也代表桃花，所以呢45岁之后啊，这个烂桃花呢会比较的多，会影响到家庭和婚姻的稳定和睦，自己啊要非常注意才可以。在这里呢，易老师啊有一些人生的建议。古话有云，命好呢不如运好，你的命局呢一般，但是呢大运方面呢不错，特别是后运呢非常的好，未来呢应该努力去追求，而不是呢安逸现状或者心灰意冷。您现在才32岁，虽然呢目前看起来呢事业无成，但是呢不要因此而失去对未来的信心。大多数人的机遇啊都是在30多岁之后才慢慢出现的，未来可期，要好好的去把握。好的，这个案例呢就分析到这里。